也还没到富田呢，还没到福田，爱数啊！我觉得到福田的话，这没什么问题，肯定你这是虐鼠行为，我跟你讲。多科学啊！要科学，你懂吗？你啥动物都能摆弄，你就是虐鼠人士，我跟你讲，我谴责你。为我安全，你为我生命担个头啊！爱数我。数快乐，数快乐我就快乐，数快乐，数要数快乐就行了。没什么收拾，回头我再说一说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我老爸说我这把家也弄成了一个养殖场，已经把家全占都已经算满了，还把屋子弄这么乱。所以说呢，你爱数啊，人家有的住。不要一味去追求，你要找到自己合适的养鼠方式，而不是找到什么鼠合适的养鼠方式。鼠合适的养鼠方式是要给它两公里。算了，我已经用我的爱鼠理论，无懈可击的谴责了我父母这代。